妈的！你别闹啊！这个地方，我操！完了！我操！把米亚给扔下去了！妈的，这高度不够！呀！我靠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m。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款恐怖游戏，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《邪恶修女破碎的面具》。那么这款游戏我之前有玩过手机上面的版本，那么现在是出了 PC 上面的版本，玩法呢跟手机上版本差不多，因为都是同一家公司出的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游戏吧 ，Let's go！ 哇，这个开场跟那个手游一样哎，就完全一样哎。 但是它的画质好很多。我们依旧是去学校的夏令营嘛，然后被修女抓走了。果然，这修女在开车。嗯，噔噔噔，哇，这个修女长得比手机版那个吓人多了。好，我们到了，还挺惬意的嘛你。 OK， 下车。 哦，到了，这边应该是学校，但这个学校什么都没有。哇！我以为他要撞我，吓死我了。这售票员。啊！这一场子下去，我直接没了吧？都不用跑了，我已经被他砸死了。我必须举止得体，我是 Tom，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跟手机上一样哎。你每死过一天，然后你会把你的。 就是心得放在就是写在这边，就这个样子。目前这个游戏好像还是一个抢先测试版本。好，这边有本书，小雕像。哎呦，完了，我打碎什么东西了？哦，他来了，修女好大，修女怎么那么大？他走了吗？ 还没走，他不走吗？哦，他走，哎，他不走，哎，你快走啊！OK OK， 不，他还在门口看。OK OK OK， 修女她也会爬这个管道，所以这个通风口并不是无敌状态。好，有人吗？没人。 十字架，厕所。嘘嘘嘘！我靠，你在逗我吗？啊！我的 ！Let's go， Let's go！ 他看不见我，他绝对不知道我在这儿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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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看到他了。 这修女影子吗？好亮哦！这游戏，我要去哪里？这游戏好像是自己找路走吧？把门关上吧。有东西吗？书籍？我们应该要找些什么钥匙之类的东西。OK。 但这边没有东西啊！完了，我现在不敢出去，好吓人啊！无所谓啊，来，球杆，我去二楼吧，他应该不在二楼。保险丝，保险丝放哪儿了？啊！什么鬼？我以为他来了。
heels down right now. 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就放，但是不存在，不存在，现在让我放下，不存在。Let's go. Bitch. 来追我。把门关上，我把门关上了。我好强啊，我感觉好玩的好强啊，我玩的好溜啊。好，下去。OK, 拜拜。拜拜拜拜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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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保险丝。My lord. 把保险丝放这吧，要不。我先找保险丝在哪儿。已经找两个了。嘘。See you later, man. 拜拜。他们不追我。这什么手印？我在这儿。三个。I'll break your brains if you don't stop. You seriously? 我这怎么绕啊 ？No! 你没看到我？这你没看到我？我靠，这真没看到我！And come with me. Let's sing in our father together. 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我溜了，哎，我溜了，还再见，嘿嘿嘿，哎，这个修女太呆了啊！可能我玩的是普通模式，咱们也不能这么说她呆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去拿另一个保险丝。呦！无所谓，你追吧，你来追吧，无所谓的。差一个啊，感觉最后一个在二楼啊。哦，这个门会开，保险丝是通这个门的。我们来二楼看一下啊，先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走，开门。快走。我操。No way. This is not for you. Keep writing on the board if you don't want to get hammered. 没必要啊。你就有必要追我。需要铁链这个。我去，真刺激这游戏。走吧。往上面走。这里可以走吧。这哪里啊？这地图怎么这么大？他目前应该不会来吧？
我靠，这地方怎么这么大呀？锁。什么声音？我找了20分钟，我真的醉了。来试一下。完了。捅一下。捅。撬棍。我知道了很多噪音。你来不来的吧，我操，来，我今天我跟你，我来追追追，来你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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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你追吧，随便你追。哎，我靠，我把自己关，哇，自己关外面，这太惊险了呀。还好我牛逼。他走了吗？这个地方有东西。你妈！哎呀，姐姐，修女姐姐，我错了，修女姐姐，哎，我错了，真错了，有一说一，真错了，给你赔个不是嘛，对不起。你这逼地方道具真难找。他干嘛？卡 bug 了，当着他面撬。还差一个，我操！我操！哎，这修女好呆啊！我不想跟你回去，别追我了。我最后跟你说一遍，别追我了。我开了，撬开了。什么东西？里面有什么东西？秦王绕柱，秦王绕柱啊！里面有什么东西？你来，来呀！不来了，废物！我都搞不懂你。我就当着他面拿，我今天就当着你面拿了，怎么样吧？你就问，我就问你怎么着吧，你能怎么着吧？饼干盒 ，OK， 饼干盒那是一样的呀，那跟手机版一样啊，那跟手机版一样，把这个扔了。我们需要从高处把这个饼干盒扔下去。妈的，我没捡起来，操！我等会儿，我先把饼干盒拿了，里面有把钥匙，应该是。盲猜啊！它通关方式反正有很多种。好，我捡起来了。我目的达到了，老子不跟你在这玩了。来弄我，走，拜拜。你在这玩吧，你自己在这玩吧。哎呦呦呦！完了！快走！妈的！你别闹啊！这个地方，我操！完了！我操！把饼干盒扔下去了！妈的，这高度不够！呀！我靠！哎呀，高度不够！应该要去最高楼吧？这里有个梯子，刚才我没看见啊。哦，最高处是在这儿是吧？我
哇塞，这风景不错哎，那修女呢？不是这儿吗？这里还能上？主要这个地方我其他路都没有办法走。这里，哦，在这儿，扔下去。哦，开了！哇，就扔那么高吗 ？Oh no！ 修女也能从这上来？你怕是在逗我，哥们儿，姐姐，你认真的？我的 fuck！ 你跟我闹呢？你跟我闹呢？我是要去地下室了，是不是？这烟囱肯定通往到哪儿的？这是厕所。哦，找到了。我只死了一次，还可以吧？那修女，那修女怎么长这样？快走，快走！修女现在没发现我，去大门，去大门。Yes,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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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ro. Yes！ 哇，有个隐藏的警报器，修女马上就来了。哎 ，Hello， 拜拜，我先走了。其实我本来上烟囱我就可以逃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要找钥匙，我真的是醉了啊！跟手机版差不多一样的剧情，差不多。在手机版我也是那个砸钥匙开的，这学校比看起来的热闹许多。那你干嘛？修女，你有点问题哦。这是另外一个，这是装货的。制服，衣服。哇，非常安静的学校。所以他这个手印只是给我一个提示，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有人修女经常走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是我曾经被关押的地方，里面有一个定时炸弹吗？开了。时间到了，要爆炸了吗？哦，已完成了从大门离开，第一步抵达那座桥。OK， 所以它这个其实这款游戏它通关方式有很多很多种，你可以找钥匙去所有地方，但是我先找到了保险丝，所以我还是就先找保险丝了。所以我这个通关方式应该是最基本的通关方式，就是比较简单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种。好了吧，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一期的恐怖修女系列的话，不要忘记点个赞，给我留下个三连。如果你没有三连的话，点赞、投币或者收藏都是 OK 的。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